打拍子的，就是拍手，就是给掌声的节奏，大概是。这我不晓得这样，这样好像很清楚，谢谢。好啦，怎么了？他讨厌的歌手，不要生我的气哈。我只是确定一下，你们有注意到吗？是那样的拍子，应该是因为跟着我的歌的节奏，对不对？氛围这样走嘛，应该是然后好。其实我现在大概平均一个月最少会有2次抱着吉他，一次大概唱2个小时这样子。那可是有的时候偷懒，就会变成好像那阵子都在唱那些歌这样子。那今天呢，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是比较有一段时间没有唱的歌了，就是还蛮好的啊。那是我的那个我现任的经纪人开的歌单，我就很生气。可是我也觉得很好玩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一起成长了好些年了，这样子，他也很懂我，那能怎么办呢？如果要继续往前走，你不能够一直在自己习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还好，我还蛮喜欢弹吉他的。我弹得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好了，我坦诚一下，有时候和弦我都会有一些错吧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，其实我现在的那个歌词很混乱，但是我这边是有歌本，我一般其实不太会放谱架的。啊，那而且加上视力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好，就是某一天，有那个点歌单，我就看了一下。突然觉得不行看不太到这样子，这样也蛮好的啦。齐秦的《花季》你们会吗？可是我不知道他唱片版是怎么样，这样好不好？还是说就唱错算了？这是我的个性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很那个，很不利落这样子。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这什么歌？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？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是不是春天就要走开，真心的花才开，你就要随候鸟飞走，留下来，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？花开的时候，你就要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的话，我还没有说。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？春天的花才开，你就要随候鸟飞走？
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？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Oh,